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来到了在多多央当的 Square 下面的这个一个这种微缩模型展，叫 Little Canada。因为之前一直听说非常有趣，而且这个地方 Google Review 有4.9分，所以决定今天来看一看。因为正好其实加拿大政府给新移民有一个 App 叫可入，就是可以免费来，不然的话正常票价每个人36刀，还挺贵的。然后现在进来之后，第一个是 Little Niagara， 就是大瀑布那边，大家去看一看吧。它这个真的弄得好真实啊，就是会有这些显示屏，对，还有那个去大瀑布的时候可以到大瀑布跟前的船。这边，这边应该是美国吧？然后它因为大瀑布是一个马蹄形的，然后这边应该是加拿大。现在到了小多伦多。这个地方他们做的真的好精细啊，就是 Chinatown Spadina 那条路，还有人在五楼问，那边有多多的市政厅，就是 Yang Dang Square， 就是这个展览就在这栋楼的楼下。他把地下都做出来了，太厉害了。多多的球场，这里面那个居然还有个显示屏在放多多某龙的比赛，细节很到位。这里是小渥太华。几年前去过一次，就是它的有个运河，这边这么大一块是国会山，好像在这边切到晚上之后还会有那个灯火灯光秀。小魁北克，果然上面这个都是用法语写的，全都是雪景。哦，这里有火车，那边所有车都是动的，很酷。这就是 Quebec City， 我之前去过的那个 Fairmont 酒店，就是拍韩剧鬼怪那个地方。这栋楼好像是我之前去 Quebec City 住的酒店。啊，到小东海岸，这个好像是最近刚刚开的，就是大西洋那边我都没有去过的地方，我先在这里看一看，然后到时候实地再去看。好像是什么大西洋那边岛上一个什么世界上最孤独的酒店，我忘了叫什么了。这边到时候有大草原，但是还没有开，只有一小点点一点点在这里展示。这里是小西海岸，也还没有开。这里应该是他们在做模型的工作室，啊，好酷啊！这边还把见到这里的人都做了迷你的小雕像。